情歌王子王海勤2022年庆祝出道35周年，阔别了10年再踏红馆，举行了细听35周年演唱会。他将会来到湾区，带着他的细听演唱会和大家见面。日前我们有机会和王海勤倾过，了解他入行多年的心路历程，以及筹备演唱会过程中的一些难忘经历。当初后生仔嘅中意玩音乐啦，咁啊中意学吉他、弹吉他，咁啊我都几即系几勇敢嘅，因为学咗4堂咧就开始写歌啦。咁啊偶然间听到电台有一个作曲比赛啦，咁去参加啦，咁就开始咗同音乐有一个不解之缘啦。应该唔会有一个特定嘅人啊嘛，系嘛？即系应该唔会话。有一個人，你經常寫歌都是同一個人咯，即係每一次其實可能是朋友間啦，有啲可能係自己經驗啦，甚至有啲咧係睇戲啊、睇電視劇啊，都會帶到俾自己一啲新嘅靈感。咁所以冇話俾即係任何一個人特定一個人去寫歌嘅。咁當然啦，譬如我隻歌叫做《我的爸爸》，咁呢個肯定係為咗我爸爸寫。咁所以其他嗰啲咩人都有機會嘅。We've been to Vancouver, Toronto, and this i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to come to San Francisco. I'm looking forward to it. 非常興奮，第一次嚟三藩市做 show， 咁所以特別興奮。咁啊，梗係好開心啦！即係全世界，不論男女，最好就係男女老幼都有共鳴啦。咁去到唔同嘅地方，接觸唔同嘅歌迷，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。其實我希望啦，我自己希望每一次做 show 嘅時候咧，首先自己都有一個新鮮感先，有一個突破先。咁所以每一場咧，我都唔希望好似一個 copy 咁樣，即係每一次搞一個演唱會嘅時候咧，我都希望有佢嘅特色。咁同上一次嚟比較咧，係有啲唔同啦，同埋有啲新的嘢可以俾到大家啦，咁亦都有啲進步啦，咁所以無論係台上或者台下，大家都有一個刺激，我覺得係即係會興奮啲咯。每一次嘅演出咧，其實都係一個 teamwork 嚟嘅，除咗自己唱歌之外咧，仲有一個監製啦，有舞蹈嘅老師啦，編排一啲 dancer 跳舞啦。亦都有燈光啊，或者係佈景啊、道具啊等等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我哋係一個集體嘅創作，為咗每一首歌出嚟嗰個氣氛帶動俾觀眾一個反應咁樣樣，咁所以咧其實就真係好因歌而異啦。咁啊有啲歌咧，可能係要令到佢投入翻一個佢自己過去嘅一個回憶裏邊嘅咁，咁啊用色彩啊、用音樂啊，再加埋我把聲啊，咁去即係。官能上的刺激咯，咁所以即係睇係咩 concert 同埋唱緊咩歌，咁我哋係集體咁樣去共同創作一個畫面出嚟咯。灣區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黃海勤，立即到 skylinktv.us 天下衛視瀏覽我今次演唱會嘅詳情，仲有機會贏到演唱會嘅門票添。恭祝大家新年快樂！